本期视频点赞过5万，我就祝你们天天开心啊！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就算不点赞，你们一定要开心啊！爱你们，这把对线女元芳，守约打元芳，哎，怎么是马可波罗？我元芳呢？我元芳被你拐了啊！算了，马可萝卜就马可萝卜，手机快没电了啊！我们速战速决，这边他残血，我们直接闪现跟上，再一枪平 A 带走。前有手机没电，后有马可没命啊，非常合理。这个马可波罗打不过我就叫人，还叫了个残血的过来，看不起谁呢？这边预判他走位，直接一枪，庆祝他回家。你们看这个鬼谷子啊，给他机会回去，他不回去，非得回来在我面前晃悠一下，咋地？现在人类都这么友善的吗？啊，千里送人头，礼轻情意重是吧？马可被队友控住了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二技能空了，大招空了，没关系，预判二技能。又空了，好，玩守约就是要隐忍。小乔来了，二技能空了，大招没空。呜呼，天上的空气啊，真熏轩，这鬼谷子真热情啊！队友控制的人，我们过来支援。他没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没了。这亚瑟脑袋上顶着个大国标啊，搞得我有点害怕。大招往后拉，哎，没想到吧？哎，你俩也睡着啊？咱仨真有缘分啊！是吧？对线狄仁杰，咱也是换个素材啊，换种心情。这边他残血，我们果断一点，闪现上去，再给他一枪，平 A 带走。我们来中路支援，注意看这个钟馗。好，空枪没关系，结局是一样的。呜呼，没事，我不记仇。就你叫小乔是吧？下路这个狄仁杰又落单了，我们直接一套过去，闪现平 A 带走。这边在打架，我们先把小兵清了，剩一个钟馗，大招穿墙，好，没穿过去啊，你们啥都没看到，直接枪甩狙带走，牛逼！看到这个残血钟馗了没？反正我也没中，才怪，换一种死法罢了。这个凯开着大招，根本不用怕，他一刀下来，我们直接满血回城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这个娜可露露一屁股坐下来，就跟一屁股坐下来一样啊，没啥伤害，直接一枪带走。对面两个人进了我们家野区，哎呦，这个钟馗生怕我打不到狄仁杰，把我勾到旁边吃自助餐。队友都去追人，我们原地架，我们直接一枪打歪，把人头让给队友啊，这叫人情世故。现在我们被对面包围了，不要着急，闪现过墙，哎，我咋没了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赶紧上去推高地，把水晶炸了。各位，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估计这是我今年的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所以提前给你们送个祝福，感谢认识你们。新的一年，请一定一定要继续加油，继续开心哦！我们下期视频见。就这条祝福啊，就值5万个赞，听懂掌声。我是银川，期待你的关注哦，拜拜。